让我在这个游乐场这里发现这里有一个变身玩具。哇，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玩具是什么。哎，哇，上来了上来了。这边这个好像是一个，哎，它是一个，哇哇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，好像掉到那边去了。那个好像是一个偷宝战士的吧，不过这边那个滑梯好高啊，我们还是从这边这里下去吧。哎，不过这边也好高啊，小心一点。哇，哎，小心一点。哇哇，终于是，哎，这里边好像有一个，哇啊，哇，我的腿啊，磕死我了。这边好像有一个直升机呀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这边是一个超帅的一个直升机呀，哎，它好像是一个偷宝战士的一个银河维克呀。哇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个怎么拿不出？哇，哎，这螺旋桨怎么掉了呢？哇，这螺旋桨掉了，我们先把这个螺旋桨给它拿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直升机。哎，这个怎么拿不出来呢？是有其他地方可以拿出来吗？哎，这边也是拿不出来的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先放在这儿吧，我们从这边的。哇，这边这个太高了吧，反正不要从这边下去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这边好像有个地方可以下去。这边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它好像是那个可以发射的吧。哇，这个太帅了吧，这个太帅了，我们还是从这边下去吧。哎，这边好像是一个玩具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偷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神勇贝斯。哇，拿过来。哎，哇，超帅的一个神勇贝斯，我们从这边下去。哇，这边小心一点。哎，那下面好像有一个桶呀。哇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哇哇哇，哎，这个桶里边，哇，这边好像有一个赛车哎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桶里是什么。哎，哇，这边这个是一个，哎，这个超帅，它是一个偷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耶稣雷霆哎，它应该是可以变成那种超帅的机器人的吧。我们再看一下。哎，哇，这边是一个奥特卡包哎，一个雷鸣版的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豪华包。哇，这个是一个尾翼，它应该是这个上面的吧，我们给它安装一下。哇，超帅的一个尾翼。我在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是个小乌龟，它还活着，哇，还在爬，这个太帅了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钥匙吧，应该是个钥匙。哎，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神勇贝斯的头，哎，应该是可以安装在这个神勇贝斯上面的。哇，超帅的一个神勇贝斯，哎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里边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它好像是这个音速雷霆的钥匙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装起来吧，都装起来。这个音速雷霆，还有这边这个奥特卡包，哇，还有这边这个小乌龟啊，都装起来。然后我们去那边看一下，我们从这边过去。这，哎，哇，这边这个是一个音速雷霆，哎，哎，它是可以变成那种机器人的，超帅的一个机器人。哇塞，现在这个超帅的音速雷霆就已经变成一个机甲模式，守护银河，脱宝出击。这边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脱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重装泰克。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什么。哇，这个是一个脱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核爆游侠。我们再来拿一下这个直升机，我发现把这个直升机的支架拆下来就可以拿出来。哇，哎，应该可以。哇，拿出来了，超帅的一个直升机。然后还有这边这个支架都拿出来，我们现在给它组装一下。哇，超帅的银河维克组装完成。